千万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杯，不然你会爱上它。这段时间很多人问我这个榨汁杯用的怎么样，让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很方便，几十秒就可以搞定一杯果汁和奶昔。家人们别再花大几百啊去买这个榨汁机了，咱们只需要几十块钱啊就能带走这款至高大品牌的，它是多功能的榨汁机，市面上基本都是500毫升的，咱们这款呢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。关键它这个榨汁机啊还是这种吨吨杯造型的，平时呢咱们可以当个杯子去使用，而且呢它是双盖的，一个呀是榨果汁的杯盖，另一个呢是可以直饮的杯盖，它的杯身呢还是婴儿奶瓶的材质，咱们用起来啊既安全也放心。实业的金刚刀头，不管你用它做冰沙、做果汁、做什么呀都是可以的。这天气马上越来越热了，家里面有小孩不爱吃水果的，又洗几个干净的水果放里面，只需要几十秒钟啊就打好了一杯新鲜的果汁，而且呢它是双杯盖可以替换的，出门携带也特别方便。关键呢它还是一个充电款的，充一次电呢能榨15杯的果汁，姐妹们你们放心，弄它就完事了。至高啊大品牌的，售后呢也是有保证的，每一单呢都给咱们安排了运费险，收到货满意你就留下，不满意啊直接给老弟退回来就行。有需要的家人们下方小黄车点开就能拍，一杯多用，抢到呢就是赚到哈。